好，来到最后一关了，最后一关该会跟这个小迪拜的人吵翻天了。不过二十位小朋友干你老迪拜啊，一群北极人。
好，那这次影片就在这边告个段落了。可想而知，就只能那小迪拜的人想得出来了。那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就不管是小孩子还是大人啊，总是有这种北七存在啊。那你只能，你要么就是按来离开，要么就是选择对抗啊。啊，尤其是当面临到一个恶意的多数团体的时候，要自身对抗，需要很大的勇气，还有。要有决心啊，所以这真的是很辛苦了。那下一次到41到45的部分啊，这次回到 Amy 的实验室，应该是回到那只狗的部分啊，因为狗的嘴巴好的舌头发黄了，不知道什么原因啊。那游戏影片就在这边告一个段落，我们就下一次再见。